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Hustler Cat in the Live 官方中文站的解说员龙凤，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1月20号的直播集锦。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Texas Mike 三期红桃，大盲位300到了3000。Mike 截止到目前为止输了得有30几个，这哥们打牌真的是太浪了。翻牌668，完全没有人中牌。Mike 翻后4400刀的下注，下注半池 ABB 面，这一枪中没中呢不好说。Ryan 继续跟了下来，他不相信 Mike 中牌，老爷子走了，转牌草花石。基本来讲再打一枪结束游戏，但是 Mike turn 上并没有下注，那 Ryan 有摊牌价值啊，直接过了合牌黑桃 K。 Ryan trying to get his pair of fours to show down here. Texas Mike 合牌打18000的坡，下注10000，又是个半池的下注，倒是挺像。哎呦，如果是超对的话，转牌没道理过呀。而且吧 ，Ryan 老板这头是出了名的铁，投谁不好，非得投他，做了做牙花子。死活打不掉你是吧？一对四抓到了 Mike 投机。来看这一手牌 ，Berzagan 拿到一手 A 圈，大盲位300到了5500。哎，每手牌都有 Mike， 90杂色跟住 ，Brandon 庄位 A 9杂色也跟了下来。翻牌349，两家拿到顶对，目前 Brandon 凭借着提交领先。看到先起 open 的人过牌呢， Mike 直接打出10000，顶对他以为可以在这个干燥面啊直接收池，没想到 Brandon 竟然跟了下来。而 turn 上 Brandon 的这一枪在 Mike 看来或许是个 float，因为牌面仍旧很干燥。这麦克应该不会盖牌啊，我认为是不会盖牌的，这要被剥削价值了。可以先跟住再问多少，好好好。他确实不相信 Brandon 中牌和牌。哎呦，这牌发的呀，后门的两对，这牌舒服啊。不过合牌为什么不拿价值呢？一手牌小红帽赢下了40000多，但是杯水车薪呢，输的实在太多了，慢慢回本吧。来看这一手牌，老爷子拿到一手 A 圈，加注到了整10000入池。本来是教授的三败啊，被推回来很不舒服，而且还是个四人池。翻牌两张9，这是一个 ABB 面。老爷子要不要继续进攻？过了，对手太多呀，这手 A 圈还是要慢一点。而教授的牌还不错，翻牌面拿到一个双头摇顺，转牌一张勾，这样的话老爷子也变成了双头买顺，而教授的话拿到摊牌价值，后门的顶对40000的坡，老爷子要进攻了。这一枪好像很轻啊，只打了12600，那这个下注教授肯定是必跟的。好久没听到教授的 That's me 了，教授今天晚上好像没什么激情啊。跟住来到合牌，合牌一张空气牌，那现在老爷子要
修一下打亮了。看他怎么读教授的牌了。我觉得老爷子转牌那一枪啊打得非常好。转牌如果教授真的有一手，比如说手里有九的话，肯定要加注了。平坡的话，老爷子就当教授手里有圈来处理。那么这个下注，教授跟起来似乎有点困难。啊，他相信了老爷子有牌，这手牌老爷子打得非常的 nice。接着来看这手牌啊，巴西的神圈勾加注到了1000，佩佩拿到了 Kings， 小盲位300到了3000。而 Brandon 呢非常激进，枪口位做的 Straddle 拿到一手 Suity 是400到了11000。圈勾 Suity， 这牌，哎，说强不强，说弱也不弱啊。看看翻牌掉什么，90红桃。哦呦，这就强了呀。Brandon 拿到了皇家同花顺的听牌。14000。中规中矩的下注，而佩佩呢在慢打自己的口袋 K。能扛住 Brandon 的进攻吗？转牌。方块9。All in， Brandon 直接推了出来，佩佩秒空，哇，可以的，180000的坡瞬间形成了。主要吞上这张九吧，让 Brandon 少掉了所有 K 的 outs。不过即便如此 ，Brandon 也还是有着30%胜算。第一次发牌，佩佩赢；第二次一张八 ，Brandon 做成了顺子，顺利的活了下来。继续来看这手牌，气球哥拿到一对十呢，本来只做了一个1400刀的加注。结果被教授用 A 圈推回了整整10000。尼卡尔伯想了想，最终还是跟了下来。而 Brandon 的话，一手脏牌啊，入池36黑桃 ，flop 上有3，哇哦，两张3，哎呦，这手36啊，杀伤力出来了。番后教授继续进攻，但是不宜打得太大，毕竟两个对手口袋十啊口袋勾啊这样的牌啊肯定是会跟住的。教授知道自己很难在翻牌面直接胜利，气球哥超对跟了，而 Brandon 的话要不要提速呢？这个时候提速吧可能会被视为两张方块，那牌手支付的概率啊很高。我觉得 Brandon 会打，看看下注尺度，目前底池50000，三个人呢都是深筹。哎，这手牌我觉得教授啊能逃得掉，看到一个 call 一个 raise， 教授能走，但是气球哥肯定是走不了。谁能想到10000多块入池，竟然有人会有三？你敢相信吗？我是不信的。 Brandon 这个加注非常的大呀，直接拉到了一个满池。尼卡尔伯很明显不喜欢这个下注啊，他试图再找一些让自己盖牌的理由。我觉得口袋勾算是一个理由吧，口袋圈的概率不会太高，口袋圈 Brandon 估计翻钱就做500了。这手牌尼卡尔伯考虑了很久啊，这很明显是觉得哪儿不太对劲，最终尼卡尔伯 fold 掉了。哇，这条街的价值 Brandon 竟然没有拿到89勾， Brandon 还是笑到了最后啊。盖得漂亮，这个盖牌 nice。接着来看这手牌 ，Mike 57方块，300到了3000，教授一手勾7同色，枪口位入池，佩佩 K9 红桃，在枪口加一位也跟了下来，翻牌 K36 红桃一张，黑桃一张 ，K 一张，
麦克拿到一个卡顺挺牌，翻后下注半池，打得很凶。佩佩中 K 当然是不会走啊，一万五的反加，这是在宣示主权了，告诉麦克我有 K， 你别跟我这玩什么花花肠子。不过这手牌麦克并没有怂，而这张转牌我觉得对于麦克来讲是张好牌。佩佩再打一万，被盖了帽子还要进攻啊，而麦克并没有认怂，趁上再次做出一个反夹，这手牌打得漂亮，道高一尺，魔高一尺二啊。来看这手牌，麦克先手做了 straddle 不说，他还要去做一个四千的 race 啊，一手超烂的牌。而 Rain 的牌其实也不太好，但是 A7 他还是推了一个三百出来。教授口袋十，教授的口袋十一般我觉得他会当别人的口袋圈来打，打的都是很凶的。教授在考虑面对两个人是否要做四百，可以的，最好是能挤走一个人，那么口袋十单挑牌力还可以。两万，哎呦，这么重吗？四百到了，整整三万。先手起 open 的麦克走了，现在看 Rain 要怎么玩自己的 A7。A7 没有位置优势，但是 Rain 他又不想 fold 掉这手牌，于是推出一个五败，希望可以强吃掉教授。等会儿啊，这个五败。只有57,000，这 Rain 打的有点意思啊，这是把一手 A7 玩成了一手 Aces 吗？那这么打的话，教授似乎没法拒绝啊，是一定要跟的，就看 Rain 翻后怎么来讲完自己的故事了。这不可能盖牌啊，27,000啊，底是90,000多。好，两人来到番后，现在底池已经有120,000了。Rain 现在深水下，这手牌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啊，能够翻本儿。完了，翻牌勾圈 K， 教授拿到一个双头摇顺。Rain 想买到一张十，怕是难如登天，但是教授却很容易买到九或者 Ace， 而且教授有位置优势。当 Rain 示弱，我觉得教授可以占据主动了。Professor has one of the worst hands he could have on this board. All in， 这是 Rain 最不想看到的动作。A7 只能 fold 掉了。这要是一手 A10， 该有多好！ Brave shove by Professor. 来看这手牌，佩佩把手放在了气球的胸口，想听听他心跳有没有加速。一看心跳好像挺正常的，直接fold掉了自己的牌。气球哥 AK 呢，先手加注到了3000。Brandon 一对九跟注 ，Mike 不说了 ，Mike 啥牌都玩。而教授的话，2200刀看牌也跟了下来，翻牌两张勾。一张 Ace 转牌，第三张勾，气球哥现在拿到了葫芦。教授尝试着想要偷一下这个底池啊，这个下注可能会给 Brandon 打掉。看到一个 bet 一个 call， Brandon 秒读两个人，一个人有 Ace， 河牌草花八，教授还敢偷吗？牛问，牛。Gives up on the river. Are you kidding me? Jesus Christ! Nikarbo 说了一句 "King High"， 教授，Jesus Christ！ 就算是 King High， 也比你大好吧？给教授吓一跳啊！来看这手牌，教授的 A10 对上了 Brandon 的 A5， 翻牌有 Ace， 两人同时拿到顶对儿。
教授下注4000 ，Brandon 秒扩。哇，这张转牌啊！两个三条 Ace 之间的战斗，而教授的踢脚现在比 Brandon 的好。哇，趁上教授下注12000 ，Brandon 跟注，最终和牌给 Brandon 发成了葫芦。完了，教授现在化身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Brandon 打出27000 ，Brandon 都没指望着教授手里有三啊。这一枪打的也不算特别的重，牌面单三成顺。主要 Brandon 这个人啊，确实有可能有三，就像刚才那一手36。这牌无论怎么考虑 ，4 是 4 不掉的啊！哇，这个盖牌，教授有时候的操作确实让人出乎意料。Nice four。接着往下看，教授拿着一圈呢，先手做的夹住被麦克用口袋 K 推了回来。教授想了想，还是跟了。主要麦克推的 all in 吧，有的时候确实不是强牌啊，但这手牌教授比较麻烦。一个大坡啊，25000只发一次，翻牌有圈，但是也有 K。完了，有 K， 这教授不是无了吗？哇，爽啊！这一手牌这么短的时间，25000被麦克收入囊中。教授截止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水上25000，一手牌过后送出去一半啊。接着往下看 ，Run 输的还剩70000多，圈九黑桃直接推了出来。教授这回拿到一手 A10， 同样是推出 low in， 已经有两个 low in 了。而佩佩这边还没看牌，他在发功，给我来手好牌，我弄死他俩。有好牌吗？哎呀，全六啊，那完了，接不动啊。看得出来啊，佩佩哪怕是一对六，我觉得佩佩都有可能啊去拼一把。好，那来看看这手牌跑马的结果如何。发两次，圈17有圈有10，还没分胜负。Ryan 拿到卡顺挺牌，而教授拿到同花挺牌，不过最后一张黑桃5 ，Ryan 的一对圈赢下了第一次。教授还有机会，第二次。又是圈10，两张方块，教授可以凭借前门的同花取胜。100%， 我能赢。刚才瑞恩说，要不咱俩直接平分算了，有毛病吧？大幅度领先呢，你好吗？教授一听，什么平分 ？100%。没发出来，这样的话 ，Ryan 直接一个 scooper， 教授又输掉一个大底池。好，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Texas Mike 圈10红桃，直接推了将近24000出来。Mike 这个人也真的是经历了大起大落啊。今天晚上没少输，但是这临了已经拿到了一个 double， 这是想把自己手中的筹码再翻上一番吗？如果这手牌 Ryan 再输的话，那今天晚上最悲催的人物呢，非 Ryan 莫属了。圈10对上 K 勾 ，Ryan 的胜算是领先的。但是还要看背头哥怎么来安排。40000的破，你别给我发死了啊！我 K 嗨现在领先啊，你要给我发死啊，我就给你开了。以后直播不让你发牌了。啊 ，K 嗨仍旧领先。
和牌，哎呦，又被发死了 ，Ryan。而这手牌 ，Mike 是直接拿下一个40万的坡，这都可以啊！这哥们儿浪了差不多得有5个小时吧，一直在浪，一直在输，结果直播结束前连续拿到两个 double， 这是回本了！我靠！啊，果然啊。甭管怎么着，甭管他是输是赢，这种人打牌咱们还是不学为妙。好，那随着这手牌结束呢，今晚的直播暂且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So Ryan stuck only 268,000 now, only 268,000. But Nick Airball and Brazil God, the big winners tonight. Thanks everybody. I'm Charlie Womuth. Tune in again Monday for more Hustler Casino Live. 30. I need 33 right even. I'm like 36. Are you? You're 36, really? I'm not sure on the flop. Oh, I haven't. I don't know. I'm not sure on the flop. If you don't have a set, I'm like 36%. Airball, what's a flop?